多好听的歌曲哈。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哈，介绍一下它是。蛮符合现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看到旁边都是什么？鹅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那我们想到鹅啊，就想到一首台语歌，大家应该听过叫《骑鹅啊社》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哦，还是有人现在正在哼这首歌。好，那我们乐团超出了乐团大一点，哦，改编版的《骑鹅啊社》送给大家。Yeah.